哦，所以我们真的有做数据化。是。好，我们贵宾大家晚安，大家陆续进来，大家好，我是 Tony Chen 老师啊，这边欢迎啊，我们的冠希 AR 左欢迎啊，林彦智欢迎，气势如虹啊，陆续进来，谢谢。好，哇，我们的 HUN 黄，还有 Tony Wen 哦，有 Tony Wen， 我是 Tony Chen， 然后我们的观众叫 Tony Wen， 谢谢。有大家今天礼拜天对不对？哇，你们今天过得如何呢？哇，今天礼拜天哈、哦、啊，到处都下雨 ，raining 啊、哦。老师呢，今天呢到苗栗啊、哦、卓南去做好看爬爬照，我知道。林彦智有看到好看爬爬照了啊，其他贵宾有没有看到今天的好看爬爬照？哇，今天好看爬爬照好热门哦，真的好热门。为什么？因为呢，我们今天送呢这个啊、飓风葡萄，哇，一下子就被抢光了。没有抢到的不好意思啊、哦，这个因为总共的话16盒一下就被抢到了哦。啊，没抢到的朋友呢，就拍谁了哦，拍谁这样子，哦，这个我们的飓风葡萄，老师，嗯，来看一下，嗯嗯，我的 sport bag， 好，我们书包叫 sport bag 有没有？老师外出也是带这个书包。我都带这个 school bag， 就是带书包，好像上学一样的，我都带个 school bag。 嗯，我最近还要再买一个苹果的线，因为这个太短了，所以我只能用那个 power bank， 就行动电源。哎呦，因为一般的没办法用 power bank。 好，我们的蔡登泰你好，詹淑霞哈、哦，耀文正啊、哦，谢谢你们进来。好，今天呢是1月7号 ，January 7th。I'm Tony Chen 啊、哦，当然晚上8点到 Tony Chen 教英语这个时间啊、哦，欢迎大家进来哈、哦。来，我们先来听首歌，再来跟大家聊聊。今天呢下午1点到3点，老师呢到了这个。啊、苗栗卓南啊、哦，去做好康爬爬照，然后呢，特别把这个好的地方推荐给大家，啊、哦，你们有空的话，啊，可以呢去那边，特别的是摘水果啦，他那边呢给大家摘水果，非常的特别的啊、哦，来听这首《南海姑娘》。
哟，谢谢大家呢欣赏这首《南海姑娘》哦，然后谢谢我们呢蔡登，他说好好听哦，谢谢您哦。我们呢还有哪些贵宾呢？来，我看看，我们的帅帅哥哦，这个林茂哦，我们的这个北，这个是北烂胜啊，北烂胜啊、哦，欢迎你们进来。今天呢，一月七号，礼拜天，那今天下午呢，1点到3点，老师呢，到了这个苗栗卓南做好康啪啪照。那今天好康啪啪照呢，我们非常谢谢郑景明郑先生特别呢提供的，这个16盒呢，他们的葡萄礼盒啊。来，这葡萄礼盒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全部都送完了那老师呢自己也留了一盒，我这一盒的话明天呢要带去 D2 了，要送给 D2 的老板娘为什么？因为他帮我介绍了在家自学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过年过节了或者是有受到人家的恩惠我们要懂事，要表达一点的自己的心意有很多年轻人都不懂都不必这个不必那个不必，其实那些很重要，因为你唯有对人家表示感激，人家下次才会再帮你人家帮你呢，你都觉得什么都没讲，那人家干嘛一定要帮你，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呢，你们看汤炫老师直播节目，老师也会教你们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那我们都是公开的，我们的节目当中送东西我们都是公开的。来，我把今天呢明珠农场我们郑景明郑先生他提供的16盒的这个葡萄飓风葡萄给大家看一下来大家看一下，有哇，这个我就拿了一盒给大家看了因为的话有哪些人得到我待会会跟各位说了我们都是公开的。来，它的飓风葡萄是这样子它一个礼盒呢里面哇刚好，来大家看一下，有来拍个照一下，哇，这有五包五包就是飓风葡萄，来我们的飓风葡萄，来我拍个照一下因为这一盒我明天就要送到 D2 去了，所以我也先拍一个留念。有，如果你们在现场买，对不对？老师告诉你，现场买了这样子一盒就是100块，这样一盒是100块了现场买一盒100块这样子你买100块然后呢我们的一个礼盒呢就是有5包，对不对？我们一个礼盒是不是5包那5包就是500块，对不对？那500块呢，好，谢谢，再一张，对不对？500块是不是1000 U， 对不对？1000 UB， 对不对？不过呢，因为我们今天是做节目，老师有讲过，我们做节目好看啪啪照，你们如果拿到，真的就是赚到总共16盒，你们知道哪些人拿到吗？有没有人知道？目前在 UP 的贵宾，今天中午有没有人看到节目好看啪啪照？我们现在好看啪啪照越做越棒，你知道，因为大家都知道，都有固定的后来抢好康的朋友，因为他们知道。好康啪啪照呢送 UB 换好礼，不只是支持 Tony Chen 老师我也充满的感恩，同时呢拿到的都比市价便宜，像我刚才讲过了，这一盒的话呢是市价500，是不是1000 U？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对不对，送出2500 U 就有4盒2500 U 就4盒，你们看是不是很好康？那我谢谢呢郑景明郑大哥，他提供了16盒，那这16盒呢我告诉你怎么分配，已经都没半盒了很多你们都认识，大家认不认识我们10月护法
我们的十月复法是不是适合？谢谢。大家知道 Peter 吗？新竹的 Peter 也是四合，是八合。好，另外呢，图文英啊，我们图文英女士，图文英女士呢，她呢住台中，她六合，这样是不是十四合？大家知不知道那个郭淑清老师，郭姐你们也知道吗？三重真义宫的公主一合，对不对？是不是十五合？那老师这边一合，明天要送去 D2 啊，所以我们刚好十六合啊，全部呢，这个一开始节目一开始就大家抢抢抢啊，本来呢这个包子哥要订八合啊，啊不好意思，因为就没有了，我就跟包子哥说对不起啊，包子哥说老师那我们知道了啊，这个我自己再去买这样子了哈、啊，对，所以呢啊，这个是明珠农场啊。明珠农场它比较特别，就是说它那边对不对可以呢让你现场自助采果它一年四季呢有甜柿啦，有这个梨子啦有柑橘，有葡萄还有柚子就让你自助采就对了，意思说你进去采采了多少再算钱，这样了解吗？然后在果园里面随便你吃up to you 吃多少全部都是免费吃我今天也吃了好多好多的葡萄吃很多葡萄。好，谢谢，再次谢谢明珠农场。来，老师呢拿着帮我拍一张，耶、yeah! 谢谢。好，谢谢明珠农场。康丽倩老师呢在 UP 直播呢有这个好看爸爸照，这也是首创的了，我们是做外景节目。那当然呢，如果呢我们的亲爱的观众你们有认识优良的店家这个东西好吃好玩的这个老板真的是不错，对不对做人很诚信，卖的东西有口碑，都可以呢推荐给康丽倩老师我们好看爸爸照可以过去采访来我们呢再来听一首歌，然后就来教英语。来，这一首歌愁酒，忧愁的愁，愁酒。来，欢迎吴俊明。再斟上一杯苦酒，为何不能解我愁？你只不能在一起，想把你来忘记，偏偏又想起你。为何我为何我想来想去都是你，换句说必要分离，叫我怎么做，喝了千杯呀还是不能解我心头。谢谢我们的吴君明欢迎你进来，康丽倩教英语。斟上一杯苦酒，为何不能解我愁？你是不能在一起，想把你来忘记，偏偏又想起你，为何我为何我想来想去都是你，换句说必要分离，叫我怎么说，喝了千杯呀还是不能解我心中愁。
好，我们谢谢李代林哦，代林，谢谢你进来，欢迎你进我们的 upper， 好不好？谢谢陈婉如，也谢谢你。来往期偏偏又想起你，为何我为何我想的心都是你，欢喜说必要分离，叫我什么说，喝了千杯呀，还是不能解我心中痛。哟，谢谢哇，谢谢了哦。我们呢，李代林呢说，老师，哇，昨天应该跟你一起唱歌，谢谢你的赞美了哦。你知道我不会唱歌，我真的是不会唱歌。不过呢，我每天呢都主持 UP 直播节目，对不对啊？啊，因为没办法啦，所以我就自己要打鸭子上轿了，哦，就唱娱乐观众了哦。谢谢，谢谢我们呢代林哦，有空的话。欢迎来参加我节目哈，如果可以参加的话，再用 LINE 告诉我，汤炫老师的 LINE 8253TC， 谢谢你啊。好，那每天晚上八点呢，这个时段呢是 Tony Chen 教英语的时间啊。那我们的课本是这一本，片语这样学啊。如果呢你们有真心诚意想好好的学 English， 那这本书的话可以用那个 LINE 跟老师索取。很多人问我说哪里买，外面都买不到了。It has been sold out. It has been sold out.、哦、好啊、这个你有加入好友了吗？来，我来看一下什么时候加的。8253TC， 代林有加了吗 ？8253TC， 我有没有发图文给你？啊、哦，有时候呢，啊、老师的这个 line 有时候太多人了。啊，你们加的时候呢，啊，能够这个提醒老师一下啊、哦，老师这边也按 OK 这样子。好，这个直接找汤炫老师学呀、啊。哦，代林，哦，那你可能加另外一支，哦，你用脸书加，脸书我就不大会用哎，脸书我不知道怎么，哦，我看到了有，哦，我刚刚有按了，好，哦，你用脸书加。脸书家好像可以留讯息嘛，因为脸书老师比较不大会用。好，没关系，我刚才有帮你按的哈，有什么东西都可以，哦，都可以呢，告诉 Tony Chen。好，我们欢迎 King 来 ，King 要直接找 Tony Chen 老师学 English 哦，直接找我学的话，第一个，地点要在台中啊，第二个 ，Tony Chen 老师的学费很贵，哦。所以不要直接找我学啊，直接找我学很贵，哦，通常我一节课要台币1500，你们如果要家教老师，我帮你们推荐就好，哦，帮你们推荐这个价位比较亲民化的，好不好？哦，如果有需要，很好的用LINE告诉我。好，那我们今天 open your book， 来，我们看一下 open your book。我们今天也是新的单元哦，哦，其实这个在上课也挺快的。哦，新的单元，我们一个单元会上两次，哦，那今天要上 Unit 35 35单元，有课本的话你打开124页啊， Page 124 124页啊， Page 124。我们呢一个晚上我们是学片语啊，那一个晚上呢我们就是会学 dialogue。哦 ，King 说老师听英文歌学比较好，还是看电影呢？这个没有办法说哪个比较好呢 ，King，it depends， 哦，哪一个对你有效，哪一个你喜欢，就是你适合的，哦，所以我不能说 which is better， 哦 ，listen to English song or watch an American film，it depends， 哦 ，it depends， 好 ，explanation， 哦 ，explanation 这个字呢，我们是
解释它是名词。Number one, about the time. About the time. 这 about 是不是 A-B-O-U-T? 它是一个介系词，对不对？关于怎么样。好，这个 time 是时间。Something should have happened or been done by now. 那应该要做但是还没有做，用 about the time。 它的解释说 something 是有些事情should have happened, 应该呢已经发生了，对不对？ should have happened, or been done, 或者是被做 by now, 有些事情呢现在应该被做 或被发生了、哦、但是大家还没做，就是用什么 about the time。 It's about the time we thought about the problem. It's about the timeWe thought about the problem. 好，时间到了。其实你可以翻成说 It's about the time, 时间到了。We thought. Thought 是哪个字的过去式呢，同学？ Thought. T-H-O-U-G-H-T. Thought 是哪个字的过去式？ Think. 有没有 think? T-H-I-N-K, 对不对？ Think.Think 的过去式是 thought、think, thought, thought, 所以 think 的过去式就是 thought, 这样了解吗、我们的那个想的动词三态是这样 think, thought, thought, think, thought, thought. It's about time we thought about 什么 the problem, a problem. Problem 是问题，有没有 problem?P-R-O-B-L-E-M problem 应该是我们仔细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It's about the time we thought about the problem. It's about the time we thought about the problem. OK. About the time 的话呢、后面必须加过去式的子句、因为应该做但是还没有做，后面要加过去式的子句。It's about the time. 哦，来，譬如说你自己造哈，什么时候到了？我们呢，应该约会的时间到了。假设这样 ，It's about the time we had a date. It's about the time we had a date. 啊，我们约会的时间到了。这个英文的约会哈，刚才汤旭老师用的是 date, d a t e date。好，其实这 date 这个字呢，它有很多意思的。好，你可以当呢，这个 date 可以当日期。譬如说，梁文玲说 ，What date is today? Today is January 7th。好，就是日期。今天是几月几号 ？Today is January 7th。好，今天是1月7号。Date 还可以当早字。A kind of fruit, 那是 date. 那 date 可以当日、可以当男女的约会 date, D-A-T-E. 所以 it's about the time we had a date. It's about the time we had a date.、我们要约会的时间到了。他这么讲 it's about the time, 后面呢、子句呢要用过去式的动词、特别记一下。第二个 in the meantime,在这段期间 ，in the meantime, the period of time between two events, 好 period, period, 啊、period 其实是期间呐、什么期间叫 period? The period of time between two events, 啊、event 是事件对不对 ？E V E N T 啊，复数加个 s。叫 events, the period of time between two events. 这 between 呢是在什么跟什么之间？啊 ，in the meantime 就是呢两件事情的中间，啊，就是 in the meantime. Period 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月事，啊，比如女孩子，啊，觉得不舒服，对不对 ？I'm in my period. 啊，女生啊会讲吗？就是我月事来 I'm in my period、也是用这个字
P-R-I-O-D, period. Mr. Brown will arrive in half an hour. 来 in half an hour 是半个小时。布朗先生呢，半个小时会到达。In the meantime, I will give you a briefing 是简报。在这个同时呢，在这个期间呢 ，in the meantime, I will give you a briefing, briefing。本来 brief 是这个简单的、简要的，叫 brief，briefbrief， 可以吗？它加 ing 叫 briefing。啊 ，briefing 就是简报。布朗先生呢，在半小时后会到。在这段期间呢，我要给你一个简报。Mr. Brown will arrive in half an hour. In the meantime, I will give you a briefing. 是这样子。那这个给叫 give， 对不对 ？give，given 啊，动词三态。give，given， give，given。OK。另外到达叫 arrive，arrive， arrive 是到达哈。来第三 ，the least bit， 这个很好玩哦。least 是最少 ，bit 是一点点啊，所以 the least bit 换成一点也不啊，负负得正就对了，这样子记 ，the least bit 啊 ，bit 是 b i t，bit 我们常常在绘画。里面听到 a little bit， 就一点点叫 a little bit， 有没有 a little bit？ The bit 是 b i t， the least bit， 啊， least 是最少，最少又在一点点，所以是一点也不 that at all。I'm not in the least bit satisfied with his performance， 好、啊、，I'm not in the least bit。前面的话是否定的 ，I'm not， not 是否定嘛？我没有。那 in the least bit 一点也不 satisfied with his performance， 啊、哦，满意他的表演。I'm not in the least bit， 那换成什么？我一点都不满意。I'm not in the least bit satisfied with his performance， 好。满意的话，动词叫 satisfy，S-A-T-I-S-F-Y。但是这个满意呢，我们要用被动式哈、哦。来，我们学一下这个片语。满意什么叫 be satisfied with？ 比如说，我满意你的服务。来，造一个句子。有时候呢，很多人问我说：“Tony Chen老师，我怎么样能够把单字片语学好？”老师告诉你你所学的对不对？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把它造个句子 ，make a sentence， 用句子来学。譬如说，我满意你的服务 ，I'm satisfied with your service， 叫我满意你的服务。那我不满意你的服务呢？怎么办 ？I'm not satisfied with your service， 变成 I'm not satisfied with your service。这样会吗？好，那再来 performance 主要是表演，好、哦、表现 performance， 它的动词叫 perform，perform 是动词，表现它是动词 ，performance，performance， 啊、哦，就是名词。I'm not in the least bit satisfied with his performance. 我对他的表现一点也不满意。啊、oh, ，英文呢？听到人家讲这种负面的话，对不对？我们可以回答一句 ：I'm sorry to hear that. I'm sorry to hear that. 啊、oh, ，来，接下来收看的节目呢，每天晚上八点啊，在我们 UP 独家直播 ，Tony Chen 教 English。我目前为止呢，在台湾的台中，啊、哦，台中台湾呐，应该是台中 of Taiwan。我们英文是先讲小的，后讲大的啦。I'm in 台中 of Taiwan 哈。然后呢，我们稍待片刻一下，来听几首好听的歌，
休息一下，再回到 Tony Chen 教 English 的现场。来，我们来听几首内地好听的歌曲。哇，其实内地的歌啊 ，Tony Chen 老师好喜欢哦，很多都很有韵味。来，啊，如果没有他，你还爱我吗？哦，这个歌还蛮特别的哈、哦。谢谢 Coco， 谢谢小蜜蜂、小杰、QQ、陈宏翔、陈，谢谢进来。谢谢，下一首呢，内地的歌曲，多情的龙准备无情的沙，大家一起来欣赏。
左右，该不该就这样放手？什么原因让你一去不回头？长年的伤口不停地颤抖，为什么不能挽留从前的温柔？用情的一切换无情的所有。哦，谢谢谢谢我们的雪花，谢谢你进来。音乐先生，我是汤丽倩老师啊、哦。你现在收看的节目呢，是每天晚上八点在 UP 独家直播汤丽倩教 English。那我们呢，有英文课本的同学 ，Open your book 啊、哦，我们再继续124页。我们124页呢，来看我们第四个片语 ，from time to time， 啊、哦、，from A to B 了。叫 from time to time 啊，这个偶然 from time to time 啊，那个 time from time to time， then occasionally 这个是个副词哈、啊、occasionally occasionally 偶尔 then informed me from time to time。When he was in Taipei， Danny 呢，当他在台北的时候呢，偶尔会打电话给我，意思这样子哦。Danny phoned， phone， phone 呢，它当名词呢就是电话，当动词是打电话，那过去式呢加 ed， 那本来 phone， phone 它已经有 e 了，再加个 d 就好，所以 Danny phoned me from time to time， 好、哦。Danny 呢有时候会打电话给我 ，When he was in Taipei， 啊，当他呢在台北的时候 ，OK， 所以的话 ，from time to time，then now and again， 也是偶尔的意思 ，now and again， 啊，等于 occasionally，O C C A S I O N A L L Y，occasionally， 啊，偶尔 ，OK，
来125页呢，第五个片语 use the to， 我们 use the to 呢也会学到一个 be use the to 啊，这两个啊，老师来跟你们说一下差别在哪里哈。啊，如果表示现在的习惯，用 be used to 加动名词；如果过去的习惯 ，use the to 加原形动词。啊，差别在这边。譬如说，现在有很多 up 的贵宾，现在有这个习惯，每天晚上八点钟跟汤逸轩老师学 English。那这代表现在的习惯，对不对？好，冠希你好，我是 Tony Chen 老师。哇，你好久不见了，我每天都有来做直播呢。你跑去哪里了，冠希？啊，你跟我说 long time no see。那有老师每天都出现呢，那一定是你不见了。哦，真的、啊，你的手机坏掉，上次资料都不见了啊。哦，我的 LINE 啊，我的 LINE 是 8253TC 啊， 8253TC 啊、哦、欢迎您啊、哦、欢迎您回来学 English 了啊、哦、好，欢迎 Welcome 啊、哦、8253TC 啊、哦、对 Right 啊、哦、这个譬如说我现在呢习惯每天晚上八点跟汤逸轩老师学 English， 好，现在的习惯怎么讲？ I'm used toLearning English with Tony Chen at 8 p.m. every night. I'm used to learning English with Tony Chen at 8 p.m. every night. 啊、哦，就是说，我现在习惯呢，每天晚上呢八点钟跟汤小师学 English， 所以现在的习惯 be used to 后面加动名词。啊，如果过去的习惯呢，就 used to 后面加原形动词。我们课本上的呢，这个是过去的习惯 used to 后面加原形动词啊，就过去经常做的啊。几点钟方便讲话？要我下节目以后哦，我大概9:10下节目啊，9:10下节目。你有加老师的 LINE 吗？我目前没看到呢， 8253TC 我目前没看到呢，冠希。哦，有 我现在看到了。 你是一个龙嘛，对吧？我看到了。好，我发个照片给你。我今天这个到明珠农场去做好看爬爬照哦。好，就是9:10啊，9:10哦，我下节目以后好，就可以帮你服务哦，欢迎。这里的话哈、哦、，something was done regularly in the past， 啊、哦，就是说呢，这个 past 是过去嘛，以前嘛。啊、哦，能不能请冠希，你们发一张照片给我好不好？这样我才知道你是哪位，好不好？啊、哦，啊、哦，我是不是在台中啊？我妈妈在台中，所以我在台中的时间很多。不过我的工作都跑来跑去，哦，是这样子，能不能发一张你的生活照给我？这样我比较知道是哪一位。哦，没有的话，你们现在常常都很流行用那个绰号，英文叫 nickname， 我真的记不起来是谁 ，nickname 哦 ，nickname 是绰号了，哦，绰号。对，我今天是在台中，没有错，安民台中，啊、哦，我现在在台中，啊、哦。好 ，something was done regularly in the past。好，这个 regularly 呢 ，regularly 叫 regularly。好 ，regularly 呢是正常的 ，in the past，past 是过去。something was done regularly in the past。哦，就是说呢，这个啊，在过去对不对？有些事情呢是正规的被做，那个就是 used to。所以呢，老师讲说。used to 后面加原形动词，表示过去的习惯。She used to do her work in the library。好，这里呢 ，she used to do her work in the library。她过去习惯呢，在图书馆做功课。啊、哦、，She used to do her work in the library。Library 是不是图书馆？
L-I-B-I-R-Y, library, 图书馆。She used to do her work in the library. 好，她过去习惯在图书馆做功课。啊，那个 work, W-O-R-K, work. 啊 ，work 本来是等工作嘛，啊，这可以等，啊，功课也可以。啊，如果是学生的话，有时候会说 homework, homework, 啊，就是 H-O-M-E, W-O-R-K, homework, 啊，解释成家庭作业。好，我们今天呢有五个片语我们都学完了哈，然后呢我们再来听几首好听的歌啊，然后呢老师呢会再呢把今天所学的啊会呢再帮你做总复习，听这首《分爱》。哦，我们真的有做数据化。是。好，我们贵宾大家晚安，大家陆续进来，大家好，我是 Tony Chen 老师啊，这边欢迎啊，我们的冠希 AR 左欢迎啊，林彦志欢迎，气势如虹啊，陆续进来，谢谢。好，哇，我们的 HUN 黄。还有汤尼问哦，有汤尼问，我是汤尼 Chen， 然后我们的观众叫汤尼问，谢谢。有大家今天礼拜天对不对？哇，你们今天过得如何呢？哇，今天礼拜天哈、哦、啊，到处都下雨 ，raining 啊、哦。老师呢，今天呢到苗栗哦，卓南去做好看爬爬照，我知道。林彦志有看到好看爬爬照了啊，其他贵宾有没有看到今天的好看爬爬照？哇，今天好看爬爬照好热门哦，真的好热门。为什么？因为呢，我们今天送呢这个飓风葡萄，哇，一下子就被抢光了，没有抢到的不好意思啊、哦。这个因为总共的话16盒啦，16盒一下子就被抢到了，哦。还、啊、没抢到的朋友呢就拍谁了哦，拍谁这样子哦，这个我们的飓风葡萄老师来看一下，我的 school bag， 好，我们书包叫 school bag， 有没有？老师外出也是带这个书包，我都带这个 school bag， 就是带书包，好像上学一样的，我都带个 school bag。 我最近还要再买一个苹果的线，因为这个太短了，所以我只能用那个 power bank， 就行动电源。哎呦，因为一般的没办法用 power bank。 好，我们的蔡登泰你好，张淑霞哈、哦，要文正啊、哦，谢谢你们进来。好，今天呢是1月7号 ，January 7th， I'm Tony Chen 啊、哦。当然晚上8点到 Tony Chen 教英语这个时间啊、哦，欢迎大家进来哈、哦。来，我们先来听首歌，再来跟大家聊聊。今天呢下午1点到3点，老师呢到了这个。啊，苗栗卓南啊、哦，去做好康爬爬照，然后呢，特别把这个好的地方推荐给大家，啊、哦，你们有空的话，啊，可以呢去那边，特别的是摘水果啦，他那边呢给大家摘水果，非常的特别的啊、哦，来听这首《南海姑娘》。
郑君威的踢住顶闽南语歌曲哈，然后呢踢住顶之后，我们会把今天康丽圈教英语再帮各位做总复习。这边谢谢 Daniel 你好，我是康丽圈老师 Julian、 周孝安、朱婉婷、谢玉阳，你们好，欢迎。大家呢听了两首好听的歌呢，那我们就再回到呢汤丽圈教英语啊的现场啊。那今天呢是我们的1月7号啊 ，January 7啊。那今天学的呢课本呢是我们124页
page 1 to 24。现在我们有学五个片语啊，老师呢再把这五个片语跟大家再做总复习啊。Are you ready？ 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的朋友就说 Yes, I'm ready 啊。Are you ready？ 啊 ，Yes, I'm ready。我说 OK。来开始 ，explanation， 啊，名词，解释 ，about the time， 应该做还没有做的事情 ，should， 应该助动词 ，happen， 发生 ，do did done， 啊，这个是做的动词三态。It's about time we thought about the problem. It's about the time we thought about the problem. 应该是我们好好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In the meantime, 在这个期间 ,period, 在什么期间？女性来讲就是月事 ,between, 在什么之间 ？event 事件 ，arrive 到达 ，give given 啊，给的动词三态 ，briefing 好，这个是简报 ，the least bit， 一点也不 ，then at all， be satisfied with， 啊，就是啊，满意某件事。那如果是 be not satisfied with， 就是不满意哪件事 ，perform， 动词表演 ，performance， 好，名词的表演。From time to time， 偶尔 ，occasionally， 也是偶尔。好，欢迎张小伟再进来。Phone。名词电话，动词是打电话。Now and again， 也是什么样？等于偶尔啊，也是个片语偶尔。Be used to， 后面加动名词。Be used to， 后面加动名词，啊，表示现在的习惯。Used to， 后面加原形动词，表示过去的习惯。Regularly， 啊，这是个副词。通常我们英文单词尾巴有 ly 啊，是副词。Regularly 啊，是呢正常的。In the past， 在过去。Library， 图书馆 ，librarian， 图书馆管理员。She used to do her work in the library。她过去呢，经常呢在图书馆呢做功课。OK， 好，这是呢我们今天元月七号唐立全教 English 啊。我们所有的学习好教材老师已经帮你们复习好了。那如果呢你喜爱唐立全教英语这个节目，你没有课本对不对？想要拿课本的话，同样用 LINE 告诉唐立全老师，唐立全老师的 LINE 8253TC， 老师会帮你服务。那今天呢中午呢1点到3点，老师呢到明珠农场，这明珠农场呢，唐立全老师再一次的热情推荐。这个农场呢，他们有自助采果的这个服务，
啊，你们呢一家人呢带过去啊，到他们的农场去采水果，现场吃水果就免费，那自己采啊，那称重量可以带回来，还蛮特别的。明珠农场的位置呢，在苗栗县卓南镇西坪里110-125-2号。其实他们的位置还蛮好找的，为什么？因为就在大马路旁边。好，今天老师在那边呢，都还能够做直播，所以是非常好找。好，如果你找不到，怕找不到明珠农场，对不对？哇，这个郑景明的手机0930-941-651，0930-941-651，啊，可以跟郑大哥联络。啊，你去的时候就讲一声 Tony Chan 他的粉丝，啊，郑大哥呢会把我的粉丝当成我一样的热情招待。好，再次的热情的推荐明珠农场，再次谢谢呢今天一个小时 Tony Chan 教英语节目，谢谢你们的收看。明天礼拜一我们中午12点台湾娃娃桶大家再见喽，谢谢 ，Good night。听说明天开始天气要变冷，我们这个冷一般我们都是 cold， 对不对？老师教你们另外一个比 cold 还冷叫 chilly，chilly， 就是天气非常非常的冷啊、哦。明天天气非常的 chilly 啊、哦，大家多保重喽。明天中午12点，我们台湾娃娃桶再见喽。拜拜。